放大，放大。我感觉这张不错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往起抬，我想，对。老师，你放大呀？怎么不放大呀？你把它放呀，使劲放。这没法放了，这已经。为啥没法放呀？分辨率不够啊！你看你们怎么拍的呀？啥叫分辨率不够啊？展示科技，新创意，新产品，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宏达。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，如何用手机也能拍出惊艳朋友圈的风景照？我的秘密就是它，长焦手机望远镜头。它是专门为手机量身定制的镜头，重量仅100多克，可以在手机上帮助手机成为更专业的设备，突破距离的限制，让远处的风景一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长焦望远镜头的操作方法非常简便，只需3步。1、换上随望远镜所附之手机背壳。2、调清焦距。3、将望远镜固定在特定的支架上。我已经安装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。相较于传统的手机，在远距离拍摄上优势非常突出。这款长焦望远镜头采用了 4K 级镜片，搭配18-36倍光学变焦，可以通过调节光圈、焦距、距离，可以将几百米甚至是上千米外的远景清晰地再现在你的眼前。这款长焦望远镜头兼容绝大部分手机，支持单摄、双摄、三摄和四摄，避免了换手机就得换镜头的苦恼。非一体式设计实现了手持、支架或简单望远镜的多种使用方式。长焦手机望远镜头小巧便携，实用且拉风。虽然它的性能不如专业的相机镜头，但是它也可以帮你捕捉远处的风景，一定程度上实现你的大片梦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电动折叠代步车，展示科技新创意，新产品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慧敏。代步车可以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出行，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需要家人的协助或照看。今天我们来看一款特殊的代步车，不仅可以轻松上手，还能时刻守护出行安全。
短短的时间，我就已经能熟练使用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了。但是在实际使用中，很多家人会担心不能及时了解到使用者在外的各种突发情况，这个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？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专门配备了远程做到上坡起步不溜坡，在起步前对电机施加一定的预警力，可以实现各种路况上的柔性起步效果，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。时尚的外形，便捷的功能设计，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代步车使用者体验到这款新型代步车带来的便利，也为他们的自由出行带来更多可能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网球发球机。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宏达。网球作为一项极具美感和训练强度的运动，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作为一项健康时尚生活的新选择，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。可是想要打好网球却不容易，新手面临着上手慢、大量重复训练、增添教练为球负担这样的问题。那如何让新手迅速地掌握网球技能呢？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款神奇的网球陪练机。这款智能网球陪练机1.8到9秒的发球频率可以任意调节，适合新手入门、高手提高、渐进式速度训练、阶段式技能提升，它堪称最有耐心的网球陪练。智能落点编程，35个点位自编，定点球、两线球、交叉球、随机球，任意切换。网球怎么打，由你说了算。它还有独特的旋球功能，球体动态旋转，模拟真人旋球，还原实战训练体验。机器配备了高分子聚合软胶耐磨发球轮，特殊的材料和摩擦力度让球顺利发出，同时不卡球、不磨损、不变形。网球陪练机配备了150粒大容量储存框，可用于持续发球，不需捡球，大大增加了球员。它能解放教练的双手，然后能让学球的爱好者能固定动作，然后不断的重复练习，对他的动作会有很好的帮助。有了这款网球陪练机，小白打球不好上手的问题解决了，也不用再担心打球约不到好友，快来和我一起运动吧。